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今天宇哥继续为大家介绍科幻美剧《豺狼之吻》。曾是垂钓圣地的某湖泊，此时已变成一片荒芜之地。两个拾荒者正在此处挖宝，一辆车子驶来，二人连忙步上拦车辆，意图抢夺钱财。打开车门后，看到的却是罗格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俩人看傻了眼。再看男主这边，他找来老亨帮忙测试他曾在董事会面前夸下海口答应一个月内完成的透析系统。男主要老亨问自己罗格去哪儿了，经过一番操作，后方屏幕上出现了男主杀死罗格的记忆片段，透析系统成功运行，升职指日可待。男主要老亨放心，尸体他已处理好，一切尽在掌握。老亨却觉得自己越来越危险了。劳拉到红区看望之前的女孩病人，女孩的伤已感染，劳拉麻利地进行了相应处理，可当她准备回去时，却发现门外站满了找她治病的红区患者，她只好又留了下来为大家治病。没过多久，负责这里的黑老大戈兰来了，凶巴巴地问劳拉要抽成，得知是义诊后，命人将她强行掳走。劳拉被带走一个仓库，她紧张极了，八年前的绑架案又要重演了吗？但黑老大戈兰并不是绑匪，原来他想让劳拉在这里以他的名义开个诊所，以此来建立良好声望。没有心理准备的劳拉拒绝了他，出去时手下没有阻拦。出门后，善良的劳拉想到了红区受苦的人们，经过一段痛苦的内心挣扎，决定同意请求要戈兰置办医疗药品与设备。聊天中得知戈兰是个退伍兵，在战场上失去双腿的他靠机械一直走路。斯皮加发现罗格的手表定位在伊登诺，高层担心罗格变节，必须尽快行动，将之前招降的安娜所说的那位年轻博士抓来。虽不知博士的位置，但公司也掌握了他上线老布的行踪，老布在一定时效内知道博士的位置。高层要男主对其动用透析系统问出博士的藏身处，摩斯马上行动，带人抓到了博士的上线联系人老布。老布对博士的下落守口如瓶，只要他一定时间内不签到，伊藏诺自会将博士转移，时间紧迫。老布没料到斯皮加根本用不着对他拷问，男主为他带上透析设备开始读心。当问到博士在哪儿后，出现的图像却是一群白马，这是什么鬼？摩斯在罗格的办公室里发现了男主的锁孔，如此高科技的玩意儿罗格可做不出来，摩斯命手下去找分析专家解密。男主这边在数据库中搜索关键词白马血水，查到了伊藏诺有一处叫白马的基地，博士肯定就藏在这里。随后男主要老布向自己展示人生中最耻辱的事情，想以此为把柄要挟老布，要他帮自己和朋友安全逃出这里。老布万分痛苦地求男主停下，但男主还是知道了老布的黑历史。老布曾因刚出生的孩子有缺陷，为了不让婴儿受苦，亲手溺死了自己的骨肉。随后男主删去了老布方才这段记忆，摩斯找到罗格的老爸，道出公司怀疑罗格已变节，投靠了伊藏诺。土豪爹连忙替儿子辩解，并向摩斯道出此前儿子曾让他帮查琳娜下落之事，且琳娜与一位男同事有关，这与摩斯破解的锁孔里的照片一致。为弄清真相，摩斯将琳娜带到公司，看到男主锁孔里自己的照片后，琳娜明白了此事与男主有关。这时收到风声的男主有意闯进办公室找摩斯，让琳娜见到自己，暗示他别乱说话。回来后摩斯问琳娜，罗哥向你问的人是不是本拉森？为保护男主，琳娜谎称不，罗哥问的是伊丽莎白，我出台陪过他，但我并没将此事告诉罗哥。摩斯仍觉事情透着古怪，罗哥没理由辩解，而此事的最大受益者是男主，直觉告诉他此事与男主有关。这时他收到了罗哥的死讯，果然他并不是辩解者。黑老大特伦与一位绿区老大谈合作，想用西奥与绿老大交换拳手，赢的钱一起分成。绿老大瞅了瞅西奥，就这小矮个，我手下的拳手每天用独家配给的药物洗血两次，注射肌肉生长荷尔蒙，营养膳食堪称完美，还想和我换拳手？特伦见状决定与他比一场赌把大的。赛前特伦要手下为西奥喷一管改良后的兴奋剂，但这玩意儿起效慢，所以开始这段时间西奥只能硬扛，挨了会儿揍后药效发作，西奥开始反击了，他将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还亢奋地咬下了对手的脸皮。这下黑老大特伦乐了，不断揶揄绿区老大，
费好大劲才让兴奋的西奥消停下来。老布被删掉当天记忆送了回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劫持的事儿。摩斯将罗格以死之事上报伊丽莎白，认为这是起内鬼事件，决定启用透析系统对整个公司进行排查。男主发现他的透析系统已不允许他访问，意识到摩斯已经怀疑自己了，摩斯定会用透析系统对付自己。男主连忙回到秘密基地，要老亨帮自己将他以前的记忆删去，这是通过透析审查的唯一办法。男主能骗过摩斯的审查吗？他删掉的记忆还能回来吗？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喜欢这部剧的话，别忘点击订阅按钮等待宇哥更新，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点击关注。本剧全集公众号内已全部更新完毕，欢迎大家订阅收看。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对了，还有别忘记转发哟。